他们可以慈善会听广播苏林有赞助一出舞台剧的艺人。丁春娇，我奉当初对夫人的命令来送你离开。哎呀，差袂当控制啊！奇怪了，这剧情哪甲当年罗在兴还佫定位关迄组有这相像啊？不是粉身碎骨，是脱胎换骨。这凯宏，伊就是我的男朋友。今日我要正式甲伊介绍给大家。这是什么时阵翕到的相片？对了，凯宏，在紫藤上玩的迄工。所以凯宏自头到尾拢在讲白菜。咱等下不是去参加慈善会？俺们可以慈善会顶广我苏宁有赞助一出舞台剧的艺人。丁春娇，我奉当初对夫人的命令来送你离开。哎呀，差袂当控制啊！奇怪了，这剧情哪甲当年罗在兴还佫定位关迄组有这相像啊？不是粉身碎骨，是脱胎换骨。是有人超过开车甲我弄的，开红毛粉啊！今仔日是莹莹的生日，我哪有可能无准备礼物？你是要追究啥？笨死！别人的查甫拢是宝啦，你敢欺负我的查囝，我无甲你等到今世去哦！你这时段，就是你踮咧边小听啦，这还有查囝这尔凄惨，无我讲是你袂用的。你会当选择，你选选择去伤害你身躯边上亲的人。我有性命危险的时阵，你抽手甲我放阴关。我的好心已经无去啊！